我先顶替。哇，王柏智，三秒的进攻时间哦。好球。正如切底线，再给到王柏智，好球挑篮。陈后伟，小球交给跟进的。郑德伟给到篮底下的王柏智，再给到空切的王柏智，拿到篮筐另外一边，吃掉了。这边再给到王柏智，绕过篮筐摆进，给到李正儒，跟大家拆炸弹嘛。篮底下王柏智转身摆进了，两队的发挥。对。放棒往里面打，好球！接球吃掉了王柏智、班森跟吕正儒。哦，这边背光喽，有一个 mismatch 的机会吗？王柏智转进来顶开球，抢进两分。王柏智力了，但当然勇士队的球员他们的经验值绝对是超过对手的。王柏智非常漂亮，只用犯规才能制止他。给一个王柏智 wide open 的投射机会，三分有。哦，今天开。布朗跟王柏智的搭配，这边 wide open 的机会，王柏智三分，企图心是比较少一点。对，持续在找队友，王柏智这一次要出手了，这个三分机会，王金巴，第一位布朗持球，王柏智左边的三分机会。王柏智今天外线第二次的出手，哇！有了，他很多困难，六七五喽。王柏智 wide open， 来一个。卢哲毅地板传球，王柏智再给出来。陈佑伟给到王柏智同一个位置，能够再有吗？老地方，得分的时候你也要守得住啊，是，要不然这种得分哈，就马上被要回去，你反而会更累。王柏智今天投出是拳拳到肉啊，双方现在是上刺刀了。好球！哦，所以其实柏智在扣分，可能该给他就要给，就给他，你多犯规让他加罚而已啦。布朗溜，现在看一下。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经费，可以算是整个都翻新了。是。这个时候，赛车夫首度来到场上，篮底下把球放进。